雪月山上设有缆车，来此地游览的观光客可以坐上缆车到展望台，从缆车上眺望山景，是一件美丽而且又有趣的事情。连绵的群山十分壮丽，寒风中雪月山的风采一一的都尽在眼底。
Thank you.
岛分宫廷舞和民俗舞，宫廷舞的动作较为缓慢，表现出来的舞姿就显得十分的文静，配上华丽的服饰和独特的音乐，宫廷舞在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是金碧辉煌的绚丽。民俗舞是属于轻快而且活泼的舞蹈，在服饰上也比较朴实，而通常民俗舞有其特殊的意义，就好像婚礼的进行、节庆的进行等等。各位朋友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场喜气洋洋的婚礼庆典舞，娇美的新娘嫁的是一名小丈夫，全村的人正用鲜花、快乐的歌声、美妙的舞姿来表达他们喜乐的心情。目前最受外国人士欢迎的韩国传统舞蹈有扇舞和鼓舞。为了迎接1988年奥运会的来临，韩国人把《阿里郎》这首代表着韩国的歌曲改编成轻快的节奏，配合较为轻松的舞姿演出阿里郎迎宾舞。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配上不同颜色的扇子，把奥运会的标志优美地表现出来。手持着火把的男舞员舞出他们力与美的舞蹈精神，在舞蹈当中不忘列出奥运会参加国的国旗，让外国人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，同时也期许象征着奥运精神的和平歌能促进全体人类的和平。哎哎呦，李太阳，吓死我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想得发呆了你。对啊，一个礼拜的韩国之旅就这样结束了。对啊，快乐的时光总是流逝得特别快嘛。哎，你怎么文泽都起来了？本来就是啊，来这边已经一个礼拜了，那现在回去了，心里难免有依依不舍的嘛。那我们为了做一个特别的节目，在给观众朋友在春节能够过一个好年，我们把歌声、情感都融入在韩国的山里、水里，所以一想到现在要离开了，心里难免又舍不得。对啊，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忘记，除了把歌声、友情留下之外，别忘了把心带回去，对不对？糟了。心带不走了，我觉得我的心还在雪月山的结冰瀑布。不，我的心还在隆平的滑雪场。于太燕，你知不知道我那时候去滑雪耶？我从那个好高的山上，我第一次滑雪哦，勇气可嘉，大家都好佩服。就滑下来，跌了6-7脚，就滑的整身都是青紫的伤痕。那哦，还有我的心现在又溜到了东海。哇，想到那边清澈的海水，一片蔚蓝的海洋，哇，让我觉得世界实在是好美丽哦，真想把这一片美景留住。哇，秦如兰，你都可以写散文了。对呀，这次的韩国旅行就好像一篇冬景的散文呢。玩得开心吗？当然了，我的心都快收不回去了。对，美好的时光，美好的回忆，这是我跟秦如兰愿意带给各位朋友的。